因为佢见刘仙海生得靓仔，个心就偏重于佢嘅。宏志王问啦：王叔，点解谷联好过炮联呢？成亲王话啦：老臣愚见，两联亦都好工整，虽然各有千秋，只系谷联比较合乎情理。嗱，谷踎谷联，一只红谷雀踎喺谷花叶上，对鸦伏鸦之。鸟类就对翻鸟类，花木对翻花木。嗱，跟住谷穗谷去啊，谷朝天。即是话谷叶垂低，红谷雀飞咗去，谷叶弹翻起，咁样为对鸦折鸦飞鸦落地，真系天衣无缝。呢、這个景啊，御花园周围都可以睇到。至于话炮过炮口呢一联呢，似乎有啲荒诞。试想啊，炮系野兽。而火炮呢是一种兵器，只是旁边有士兵守住的，怎会有只金钱炮丝丝然行过火炮口，等炮响才走呢？成亲王讲完，梁选马上拍掌赞成：老王爷高见不差，事贵真实，不重荒诞的嘛。咁而家可以确定论文罪的对联胜过刘仙开啦，连宏志皇帝都不禁岌一岌头。呢次就轮到赵氏得心急啦，佢马上跪喺地下：万岁，请听微臣无死陈奏。本来圣旨讲明由陛下亲口轮流而生，并无讲话由梁大人代事噶嘛。而家梁大人出水，虽然伦生嘅胜过柳生，但系难保其中会有内情，致令嘅柳生失败。如果陛下任其蒙蔽，咁会令天下读书人点会心服呢？梁柱听闻咁讲，梗系嬲啦。佢系事先冇同伦文仲通过水。呢句上联是自己触景生情撞出嚟嘅，正想驳斥赵氏德，但系宏志皇帝个心仍然偏重于柳仙开嘅。听讲赵氏德所奏，马上就顺风洗礼，未等梁柱出声嘅就话啦：梁赵两位外兄唔使争论啊，谂谂论文最同柳仙开二生。都是明朝大江南北的才子，各有先后，未必一一联的优著，而要加褒贬，朕觉得轮流而生都应该要爱重，将来亦为朕的父佛之神，朕亦不愿意轻此重彼。现在朕有一个和解的办法，各位卿家听住。梁柱论文罪同赵氏德柳仙开，虽然心中喜乐不同，但呢个时候亦一齐跪低听旨。只听见宏志王话啦：论柳而生，不远千里而嚟参加会试，争夺状元，志在必得。朕爱而生，不忍两败俱伤，特恩准免试，封为南轮北柳两位状元，各恩驾三个月，依枕荣归，着令户部各拨款一万两银，在湖港设建北柳书院，在广东设建南轮书院，以吊朕爱士之心。有两位各展经纶，康拔朝廷，唔准再作争执。宏志王讲完，梁柱同论文就大为欢喜，一齐跪拜谢主隆恩。拜完就起咗身。本来宏志王呢番说话都系天方柳仙开嘅，
但系柳千开佢唔肯谢恩，又冇起身，仍然间跪喺度。弘治皇帝亦觉得奇怪啦，就问柳千开：柳卿家，你究竟因乜嘢事？唔通朕嘅和解方法仲唔公道？柳千开叩咗个头：微臣冒犯天颜，罪该万死，想话向圣上谨奏一言，服其恕臣死罪。好，恕你无罪，卿家有咩说话不妨直讲出嚟啊。柳千开话啦：臣生长喺书香世家，臣家有五世一状元，两火眼，两探花之余，臣本人亦蒙圣恩，有湖广第一才子嘅微号，但系广东沦民罪，不为市井卖菜之流，冒称五岁神童，居然要同臣争夺状元。当然，臣唔敢话实做，但亦誓要同沦民罪一比高下，先至甘心。而家陛下钦赐免试，即封为南伦北柳两位状元，喺伦民罪嚟讲，佢当然欢喜啦。即系喺臣嚟讲，确实系受之有愧，唔愿意同使者之流并列状元。况且一科点有两个状元之利呢？臣认为应该再由圣上亲试，使臣一展抱负，端唔会输俾伦民罪嘅。各位，你话柳先开几咁高傲，几咁自负呢？居然认为自己必定能够胜过伦民罪，自己虽然做状元，亦唔准伦民罪占一份，所以宁愿再考过。伦民罪听闻，心中又暗暗闹鬼柳先开，佢系欺人太甚啦！唔通我伦民罪会输俾你嘅咩？再考咪再考咯，你都怕你啊？论文罪冇出到声，企埋一边睇下弘治王点样做。弘治王系有多少偏重柳先开嘅？佢唔单止唔认为柳先开荒谬，反而赞柳先开够气节，唔肯无功受禄。心谂，既然佢够胆同论文罪再比试，睇嚟实有把握，于是问赵氏得啦。赵爱卿，你意下如何呢？赵士德亦谂住柳先开实赢，如果唔系，佢冇咁大口气噶，独占状元好过同伦民罪大家分啫。谂到呢事，佢就话啦：臣并无成见，谨遵圣意。弘治王又问梁柱，梁柱又无可奈何。亦讲为遵命侍从，弘治王岌一岌头，好，论柳二生既然国富才能，相持不下，刚才由梁大学士所考嘅联语暂且作罢，而家由朕再考考你哋嘅诗才，呢次系最后一次，如果能够分得胜负，又应当遵守，唔许再有争执。系呢、這个时候，不知不觉，竟然嗌慢啦！弘治王吩咐太监，拎出精。